首先很感谢，我没有想过会哭，今天其实是我出乎意料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进步，我发现了我的低音其实可以当做一个突破口来去突破，然后去尝试，好像这个尝试是错的。对，我本来以为就是我自己说实话，我觉得是每一场都在进步的。对，我也很感谢能让我来到这儿，然后谢谢底下这帮兄弟姐妹，真的谢谢。因为我刚才在台上，每次我感觉稍微唱到一个比较有难度的时候，我都会看你们的眼神，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。我想跟你说两句，因为我们去一起出过一趟门。对，我其实我能感受到的，你来这个节目你是需要勇气的，所以我非常认同你。然后你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包括 Capper 他们都特别喜欢你，他们都特别爱你，你一定要保存好他，好吗？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可以带着你引以为豪的低音，去在 Hip Hop 的音乐里做出你自己的味道的，所以请继续做下去就好。云超加油，我觉得你的尝试是成功的，因为我们都看到你的蜕变嘛。其实从面试到今天四个舞台，我觉得都有看到你的进步，只是时间不够长而已。